这边也堵死了，这可怎么下到赤莲渊？依照熔岩暗河的流向速回不成吗？不成，地势的分布、走向、温度的高低变化都会影响熔岩的流动，我们连这儿的地势都不清楚，是没法测算的。算了，情况紧迫，现下也耽误不得，先沿着栾之前说的方向走吧，说不定就找到别的路了。你是？紫云派人段离，鹦鹉邪受了重伤，过来帮个忙。鹦鹉邪，他也陷进这儿了？亲人怎也在这儿？看来金贼运气也不好，一并掉下来了。哈，冤家路窄，正好去看看。曹大人，他不是躲去苍城客栈了？莫非夏狗也掺和进来了？之前在蛇德那儿套过些消息，夏狗那处却也藏有地脉图，眼下这情况……原来是曹大人。哟，这是曹大人的帮手啊。今儿这话我就撂这儿了，谁帮他就得一起死。这怎么就这么倒霉？什么时候说了是来帮忙的？哼，这话别是你说给自己听的。呀哈，小娘皮，好大的口气。小的们上。尉迟，你不是三个人吗？那个丫头呢？怎么不见了？之前发生了点事。啊，那个曹大人，这事情说来话长，此处既有金贼，想也不是说话的地方。既不想说，那就当无名未开口问过。有事在身，先行一步，告辞。领行客，金贼既卷入这处，只怕平添变数。不用你提，我也自会去一探。这就走了，瘸子。殷少主，人段离走了，也不代表你能把于西当拐杖，劳驾高抬贵手。主熟人？哼，熟人，还真是熟人。鹦鹉邪，白富贵，你不是向来都跟各路掌门们一道的吗？今儿怎么没见你舔他们靴子去啊？少爷，我猜猜啊，不会是他们不要你了吧？何必逞口舌之快？你明知我是受你掌门之托来寻你回去的，说这些拖延时间，你会后悔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人段离跟着我来的？哈，倒真是云中君子，这是藏头露尾跟了一路吧？怎么一直不露头，是怕见他？不想平生是非。是非？你不就是怕受什么掌门来抓我回去的事抖到他面前，惹他厌气吗？哦，对了，我近来可是听了些风月话本，你可知道名儿叫什么吗？云中君子苦寻天玄少主。你确定还要跟着抓我回去？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，出言便如此不堪。哈，这话可不是我说的，著书的叫陈生草，谛听的人，有种你去找。找不找是我的事，但你再说下去是要后悔的。我说了，我受掌门之托寻你回去，不想回去你自己走就是，我也没拦你。但现在后面的人到了，就不一样了。小时候就和你说过了，你话太多会后悔的。嚯，这么多人，都是为我天玄门的家务事一路追来的。你倒寻九夷天尊剑是你天玄门之家务事？哼，殷少主好大口气，天玄门可不是你殷家的。正是，
且不提这寻九夷天尊剑之事是否为天玄门内务，便此人德行，怕也难成此责。看看，还和妖人混在一块儿。云中君子，咱们正好遇上，还请助我等一臂之力，回头咱也好一并和掌门交代。掌门交代？原来是这样。那得罪了殷少主。小白，你确定？你话怎么这么多？不行的话你还是回去吧，我们这一路着急，也无需殷公子帮忙。真意外，找人我当然要一起，眼下赤灵渊中心估计热闹着呢，还是一道走稳妥些。姑娘若有事，不如先行一步。那就告辞。哼，什么告辞不告辞的，一帮妖邪，一并收拾了。喂，今日得罪了。灵儿，哎，人断离。嗯，刚回来。回来的真是时候。刚才我好像看见我师门和空瞳的人了。就是那个谁，也没什么事儿。老家伙们搞的鬼，估计这会儿是先我们一步到了赤灵渊中心了。等等，英雄，我插句话问问，你们这一路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是找九夷天尊剑吗？为什么还要避开你们师门的人？你们师门中人不是也去了？熊博识昧，藤简识不详，懒猪识旧，博奇识梦，强梁祖名共识者死即生，汝不及去，后者为良，可有听过？是为何提这个？我们曾在一次武林集会中偶尔听见这声音，但此念白也曾为我藏锋舞客垂死之际所闻，所以我们不知当下武林中究竟混入了什么东西。此次前来寻剑，我等也听见了此声，为此这剑暂不能为当前各方掌门人所取，否则不知究竟会落于何方势力手中。所以我们所能信的其实为殷无邪这殷家传人，为邹武邹天墨，他不知为何未选与我们在一起，但现在我清楚了。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跟着金贼可有发现？跟我来，他们就在前头。另外武林中勾结金贼的门派差不多也浮出水面了，我刚看见的人就是邹武邹天墨。邹天墨，此人是和金贼勾结，看来四象门果然如我所料，是怕人了。可怜西哥那丫头了。要跟着他们来，看着记号，我们自己找去赤炼渊中心就是了。没听刚才殷无邪说的吗？赤炼渊中心现在估计都是江湖人，先跟着他们过去，到时候其他的到时候再说吧。任姑娘，我们这是趴着。嘘，看这个洞，金贼就在下层洞窟中。那我们就继续这么扒着。嗯，抓紧点，别掉下去。玉师兄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听说曹大人抢了信，是想见本王。小王听闻可真是喜不自禁，真是荣幸之至啊。
说吧，你想用那四象门递来的密信换什么？泰山通元脉，四象易道成，这信你不得解，但我可以。我要一个名字，你们安插在宋廷内构害将军的人是谁？小王不知你在说什么，不过你说的这信确实是我想要的，至于解信中之密，那可不劳烦曹大人了。你说是也不是，五长老？王爷唤我有事。邹武。哦，对了，五长老，你可知道这位曹大人说可解你四象门密信，此事或可当真？若真有其事，那么这位曹大人我可就杀不得了。若此人是皇城司之人，那说不准。哦，既然这样，那不如拿本王珍藏的这封密信来，我们瞧瞧这上头的密文对不对得上。王爷这是何意？小王自不是信不过五长老，但这上古法阵牵扯龙脉引入我大金境内一事，乃顺天而为，应天之事，当不可逆啊，虽不得不谨慎，望五长老恕罪则个。青儿，动手。哼。王爷小心，有诈。抱歉，未曾想竟有坍塌。哟，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呀，细作和旧敌都凑到一块了，哈哈哈哈，妙啊。别想太多。围杀了他们。螳臂当车。哼。受死吧！别想太多，小王今日来的匆忙，还是他日再见吧。哼！邹武，别跑！青儿，我是曹无名。昔年，我爹不计身世收你为徒，昔年四象门之变，你誓师。邹武愿以血誓换得曹沁此生无难。青儿，这誓言其实我从未忘记。金贼竟到得此处，还知晓地脉与龙脉关系，邹天墨勾结外贼证据确凿。邹武非忠义之士，却也非叛国之贼，他虽有一半金贼血统，却长于宋境，但我永远不会原谅他，他亲手杀了我爹爹。